那你要上一部广告一下。之前都是那种宝特瓶啊，垃圾桶找出来零件吸管，哦、那像感觉是，就感觉是那种，而且有跨域，对、啊、对对对。有几个，而且越做越好哦。我们现在还在看能不能逼老师再做一两件比较大的作品。我们还有作品跑去台北展。哦，是啊。已经被拿走了，你没有看到那两件。哪两件作品？这两件，这个。这个作品、哦，这个已经排去台北展了。哎、啊，你们传给我一下。传给你，那叫这名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传给。这两个比较漂亮，已经被拿走了。这两个就是这两个，这两个。OK， 玉米。